1月12号，有网友在微博晒出杨紫、秦俊杰上海迪士尼约会的照片，杨紫手握气球，童心未泯，两人形影相依，十分甜蜜。杨紫和秦俊杰，一个是当红小花，一个是人气正夯的小鲜肉，两人又都是童星出身，怎么看都是配一脸。他们的恋情最早在去年11月份被曝光，当时两人现身某餐厅聚餐，眉目传情，聊得十分开心，还当着朋友的面数次嘴对嘴亲亲，并多次相互送吻，真是撒的一把好狗粮。但是秦俊杰曾表示，第一眼看到杨紫时觉得是好哥们儿，没想到如今却哥们儿变女友，祝福这对小情侣吧。